台北地检署侦办三桩案及贱卖党产案，为厘清国民党高层有无涉及背信，今天上午九点首度以被告身份传唤前总统马英九出庭，追查三桩交易与党产处分过程是否有人谋不赃。检方也一并传唤国民党前行管会主委张哲琛、前中投总经理汪海清出庭。张、汪两人先前已遭检方限制出境，前总统马英九本报资料就记者王洪顺摄影分享。马英九卸任后官司缠身，他被控于北市长任内图利大巨蛋，今年八月曾前往北检侦讯，目前仍是他自然被告，据料大巨蛋案尚未脱身，今天又因三桩交易案出庭，是否会遭检方强制处分值得关注。据悉马英九庭讯后会向媒体发表简短说明。据了解，检方是向国民党函调大批党产交易资料，并陆续传唤张哲琛、汪海清等人后，认为有不少疑点需要厘清，决定今天传唤马英九出庭。这也是马首度因三桩案被调查，马、张、汪会先隔离讯问，是否会当庭对质，要视侦查状况决定。马英九昨天因教唆泄密案赴高院开庭，维安特勤早在周一就在高院安排出庭动线，同时在北检外架设围栏。至于中影案部分，前立委蔡正元因侵吞中影检资款遭检方收押，检方发现中影交易案中国民党已获得5亿元回馈金，因短时间内无法查明金流，加上蔡羁押期满，日前先向法院申请拒保停押，法院裁定蔡1000万元交保。蔡正元获交保后透露，羁押期间被检方提讯多次，大多是出庭作证，传票上的被告都是马英九，他知道的都照实讲，不知道的无可奉告。检方认为三桩交易可能藏有不少暗盘，部分交易可能与贱卖党产有关，时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是否知情是今天要追查的重点。